赶快来吧。脚也是，然后你的手也很干。看手相。对啊，手也很干。对，就是真的很烦。没关系，有这个就可以了，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了，像敷面膜一样，不要天天敷，很浪费。好，不需要天天。他真的有脚跟手的。他就是手的。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叫你看，这不是叫你看手相，想要看你的手，告诉你手吗？对，变成好命手跟好命脚。我把它打开之后，它其实这样。这是脚吗？这是脚，它呢里面呢把所有的保养成分就放在。就是洗完澡就直接。洗完澡就可以直接用，你看它里面有两层。我先看看，它有两层，这一层呢就是有。保养液在里面的，好的。然后我麻敷之后，你会发现它这边有一个黏膜，然后呢，我把那贴纸撕掉，直接贴住，方便了，就可以穿上，可以留下来，穿鞋子，穿新棉拖鞋，对啊，看电视啊，因为想要在家里，就是那就好 fashion 的袜子，对，所以那是猫去哪接喇叭？不是王毅，我要拿它最原始的给大家看。它其实呢，打开的时候也像尿布，它其实是这样子。这是什么？哦，两只，两只啊，两只脚。对，因为这是一个专利的科技，它把它你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打开，它确保说它里面的这个精华液不会流出来，你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撕开就好了。所以手膜也是一样，手也要来保养，这是它的手膜。手膜好可爱，你看它好可爱。多久？15分钟到20分钟，脚跟手都一样。对，好，然后就可以把它粘，一样粘住，然后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。好丢脸哦！另外一只是要是截肢的吗？颜色不对哦，这么严重，你有没有觉得它皮肤变白了？对，就是因为那个牛奶成分的关系，把你手要拆掉了。真的，哇，哇，看有保养。我们都看得出来，有那白的，再擦香的，哦，它已经很白了，还可以再白，对啊，可以再白，再亮一点点，好香哦。刚刚脚踏入特殊双层设计的修护涂膜中，冰敷15分钟后，让足部变得水嫩。另外，利用修护手膜呵护双手，冬天自然也不怕双手干裂，反而会更白嫩。